我居然花39.9块给女儿薅到小鹿兰兰家180粒 DHA 核桃油，这可是新品上新才有的价。宝宝6个月以后就可以补充 DHA， 选择 DHA 要选择藻油的，纯度高好吸收，小小的一颗就含有150毫克 DHA 藻油，还特别添加了亚麻籽油和核桃油，没有腥味，小朋友很好接受，每天来2粒满足孩子日常所需。你们直接选3瓶5瓶的更划算。